来看看你们的标签是什么，好吧？哎，哦，旭日阳光，哎，这个名字好。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？嗯，介绍一下啊，那个我呢是来自相声新势力的演员，我叫窦晨光。晨光呢就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常鹏旭，我这个旭呢也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。对，就是你们俩这名字还特别有缘分是吧？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名字还有一个更有缘分的地儿。什么呀？你叫窦晨光，他叫常鹏旭。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逗一个捧，你们这算天生的搭档啊？这个我还没发现，说我怎么捧哏了呢？啊，确实是啊，是不是特别有缘分？是我俩来说呢，比较有缘分。嗯，因为呢也是在曲校一块上学，同窗好友。那会儿来说呢，他脑袋就挺圆的，我脑袋也挺圆，我俩就比较投缘。哎，啊，就这么个投缘呢？啊，对对对，真是天生的搭档啊，经历都差不多。刚刚那个巩老师说啊，说这个小豆形象特别好啊，有人说过你特可爱吗？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有这么说的，但是我自个儿没觉得有什么可爱的啊。确实挺可爱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平时就老爱笑啊，老是笑么呵的，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啊，师哥师姐面前啊，就老是笑笑脸相迎的。专业老师也特别喜欢他，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组大概六七个学生，对，专业老师一般讲课呢一般都看他啊，基本上不看我们。两人同时要创作吗？平时啊，平时会写一些作品。会写啊。我希望你们的节目，能够带有故事性的更好，能不能在这方面下下功夫，写一段带有故事性的，带有情节的人物的，可能对表演我个人觉得更有帮助。谢谢龚老师，我们会努力写一些这样的，就是有故事线的、有人物的一些作品。对，然后如果下次有机会还能来这个笑里相迎啊，我就拿出那样一个作品。我们努力，努力。